才知道，听他们讲的才知道。那你知道了自己弟弟犯下的错误和这七年的牢狱生活，你做姐姐的你怎么看这件事儿？我觉得他应该不管他怎么样，你就是你要给家里面一点消息嘛，不过相信家里的人们都多担心了。那你们父母都在这七年当中都以为他怎么了呢？别人都说可能不在了或者是怎么样，我说我但是我相信，我说我弟弟不会那么命短嘛，我说我出去找一下，不管他有没有消息，边打工边找了。